送给我们，我们需要得胜，主啊，更多记得吃基督，喝基督，能包罗万有的基督，赞美你，哦，主纪念今年的成全，哦，有关小孩的诚心，祷告，盼望和福音，主啊，一个一个来说话，来成全我们。去年感谢主，我们也有了小牌的成全。去年我们有两次，主要讲到小牌聚集的三个要素，弟兄姊妹还记得吗？第一个叫流通神圣的爱，需要照耀神圣的光，执行生机的旨意。我说执行生气指派，我执行神圣旨意都可以。好，那流动神圣的爱，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已过一年，是不是有许多这方面的操练啊？好，接着彼此相顾，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共益，使我们心得温暖，使我们越过越饱爱。哎呀，我死爱喜爱小孩聚会，天可废，地可弃，小孩聚会不可不去。原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望呢？那第二呢，我们需要呢更多的借着照耀神圣的光，就是呢彼此在那里切磋真理啊。当然若是我们能够就可以借着彼此问互相答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真理，更多的被真理构成啊，这个点是非常重要，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非常厉害的团体，对不对啊？叫东方闪电，人自称全能神教会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真理没被构成的话，你就被电到了，你就被毒到了，那就真的是就完了。那感谢主我们实在是虽然有这样子的邪恶的团体来搅扰，但是我们也实在看见弟兄姊妹多年来在神圣的真理，在这个学习构成上有更多的程度了，所以能够有一些这样的抵抗力。那感谢主，我们不仅要学习神圣的真理，第三个我们要执行神圣的旨意，就是呢执行生机的指派，就是我们需要顾到叫软弱会后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能够借着小牌能够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回到召会生活，能够回到神面前享受主的话。那当然我们小牌也需要兼具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就是需要传扬福音，就需要呢更多的拯救罪人。那当然我们传福音有许多的方式，主要一个是大聚会跟小聚会。当然大聚会这个机会并不多，我们通常呢感谢主，我们都是用小牌聚集。那虽然我们去年感谢主做了这个这样的成全，感谢主我们全召会的小牌人数有明显的进步，现在大概平均是将近2500位那我们现在平均主日现在已经超过3500位了那照李弟兄盼望主日聚会的80%主日聚会的80%都能有份于小牌的聚会。比如说就高雄来说，应该有2800位弟兄姊妹有份于小牌。当然那是平均一次到会了但其实来来去去是超过了我相信是超过这个数但是我们也是盼望实在是更多的弟兄姊妹存留保爱在小牌生活里面。那后来我们
弟兄们，今年有更多的交通祷告，我们里面觉得我们如何能够在小孩这个生活的实行上能够再往前去。所以我们里头实在有一个负担，今年盼望在四方面有更多的加强小孩的功能。这四方面如同啊一个车子的四个轮胎，一个就是小孩的诚心生活，第一个是小孩的祷告生活，这是今天晚上我们所要交流的两个主题。另外两个就是有关小孩的看望生活，以及我们小孩的福音生活。为什么特别更加强这一个生活呢？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小孩应该是我们教会生活的80%。80%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生活嘛，是不是啊？哦，就像说你一天的生活，从啊起床啊，一直到一天的结束要睡觉，总是做什么呢？吃饭、呼吸啊，工作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那盼望小孩啊，也真是越过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一次我们今年这样子的成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可以说叫总题，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先把这个总题啊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小孩如何结长足的果子。再宣读一遍，小孩如何结长足的果子。弟兄姊妹，这里说到说小孩如何结什么长存的果子，就照着约翰福音15:16，主在那里应许给我们的，不仅要立我们前去结果子，而且要使我们的果子长存。主的心意是要使我们所结的果子长存。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啊？我们总是生了孩子，总是要使他能够完全存活嘛，对不对？不可能说你生了一个，这个还考虑是不是能要继续让他存活。我们总是呢，里面啊为父为母的心啊，总是盼望从我们而生的，无论是属肉身的孩子或属灵的孩子，我们总是渴望能够呢使他存活，使他能够继续与我们一同生活在神面前，在教会生活中。所以关于我们小孩如何结长存的果子，我们啊第一次这样的小孩成全的主题就是第一个，我们一起宣读好吗？诚心的生活和祷告的生活。再一次好吗？诚心的生活和祷告的生活。好，第一个大点是讲到小孩的诚心生活，第二个大点是讲到小孩的祷告的生活。第一个大点小孩的生活，第一个终点给我们看见诚心生活的预表，就是那拾取马，在出埃及记16:13下到36下。我在这里，在这一段的圣经里摘录了两个比较简单主要的点弟兄姊妹们读一下好吗？第一，马呢总是在早晨降下。第二，马呢随露水而下。请记得这个事例虽然是发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啊因着挨饿向神求食物，神行了一个神迹，就在那将近40年的旷野，以色列人就靠着神每一天从天降下这个玛拿而生活了40年。那这样子的图画，这样的预表，就表征了我们新约基督徒每一天该有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从每天早晨开始。旧约以色列百姓如果需要早晨来拾取玛拿，今天我们每一个得救的新约的基督徒也应该是在早晨就要来到主面前拾取玛拿。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需要诚心的生活，若是日头一出来，弟兄姊妹，这马拉就怎么样，就融化了，
是不是啊？好，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享受这个玛拿族那个供应，就需要趁着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啊？好妹，我们需要早早的来到神面前。啊，这里说到说随着露水而降，比如说这样子的玛拿，它是非常缓慢的。弟兄姊妹，露水不像那个，就连那个什么那个小雨，对不对啊？毛毛雨，它都还能够什么？有点速度，我说比较能看得见，但露水非常细，非常缓慢。那这个玛拿是随着露水而降，是非常缓慢。那这里有什么表征呢？露水就是表征借着主的连续所带给我们每一天湿润的恩典。比如说每天早晨它的连续，他的恩典都是新的。这个玛拿是每天早晨才降的，每一天降一次。有时候我们要得着主的供应，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早晨。若是我们过了早晨，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主每天早晨新鲜的连续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过一个阿门晨晨复兴的生活，需要早早报得耶和华的慈爱。好，第二，我们来看晨兴生活的益处，姐妹。好，那我们请弟兄读第一小点，好不好？包括经文跟 A B 小点，然后请姊妹读第二小点，包括经文跟 A B 小点。好，弟兄请宣读。晨兴使我们得着属灵食物的滋养。完成的，但是被建造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这是正在进行的，这是正在进行的。那弟兄姊妹，我就问了，那我们怎么建造啊？对不对？是感谢主，好的。虽然一面来说啊，我们更多的享受基督，借着诚心享受基督，更多将这建造的神建造到我们的里面，对不对啊？那但是另一面来说，更多的借着吃，应该使我们更渴慕与弟兄姊妹建造在一起。所以我们第三终点呢，就是我们来到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来到诚心生活的两方面。好，第一个小点讲到个人的诚心生活，就诗篇119篇147到148节，讲到我们要趁天未亮呼求，仰望了你的言语。然后呢，耶利米15章16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这个呢，可以说是啊，比较个人这一面，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羡慕，这样子的态度来亲近神。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有团体的诚心生活。这以下有三处经节。第一处啊，1、2、3处我们一起读好了。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有人能打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功夫供应的结，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可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将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用姊妹，且当彼此相顾。希伯来书在10章啊，就讲到我们需要以十分确信进入至圣所。但是在到了这里，保罗嘱咐我们，且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们或许可以想成啊，是一般所谓的物质啊，其他各方面的相顾。但是这里面照着整个希伯来书第10章末了的负担，就是需要我们彼此相顾，顾什么？进入至圣所。比如说，我们需要在诚信的事上，我们需要进入至圣所，享受神的供应。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顾到我们排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进到至圣所，享受神的同在。什么时候啊？每天早晨，对不对啊？好。那第二呢，有人能打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什么？虽然感谢主，我们需要有个人这样的诚信的生活，但我们实在更宝贵能够有诚心同伴。这里传道书4章12节讲到的，若是一人就能什么？容易被打败。那两人呢，就能有力量抵挡，对不对？那三股合成呢，就三个人呢，不容易折断。对啊，就是说那个陈弟兄会前就讲嘛，对不对？这个再提一下啊，就是像面对这个所谓的东方闪电，对不对？对台湾的影响，现在最紧张的是谁啊？就是所谓的其他的基督教团体。为什么？因为他们呢，可以说是没有所谓的身体的生活，所谓的正确的教会生活，大部分都是靠牧师讲道。但是在我们中间却不是这样，我们啊，主的恢复确实要恢复什么身体的生活，身体生机的供应。所以当有人当有所谓的敌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就发挥什么身体作战，身体扶持，叫做我们曾经讲到叫做国防啊，因为平常很注重国防，弟兄姊妹，我们的国防在哪里啊？就是我们的身体，2、2、3、3、4、5位，我们的小牌生活、小牌诚心、小牌祷告，就是我们的什么最好的国防，是不是啊？还有我们的区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与我们的弟兄姊妹
一同啊成为同伴。像这里面所说的，我们啊全身都本于他，有结有每一个部分，我们都是每一个部分，我们彼此连结建造在一起。有什么能够打倒我们呢？没有。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建造在那磐石上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建造在这磐石上吗？需要什么？有同伴，诚心。好，是不是啊？好，好，我先问一下哈，我不晓得这样问好不好。我说，假设你现在还没有同伴的举手一下。诚心还没有同伴的，对啊，还没有诚心同伴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哦，感谢主哈。啊，谢谢谢谢，对不起哈，对不起，对不起，暴露一下。哦，这表示我们在座的是什么？都有诚心同伴。哇，可能啊不只是两个哈，可能三个、四个、五个，或许用电话，或者说用这个网络，可能啊七八个可能就连在一起。所以这里面第A点、B点，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好吗？来，寻找确定的诚心同伴，台里的弟兄姊妹可以利用电话或网络的方式，两个或两个以上，一起诚心享受主。每次时间至少十分钟，或是还在一起诚心，无论在家里或户外。诚心内容，诚心最佳材料是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诚心圣言》，有会者、出信者和各位训练信息所编辑的。诚心时包括呼求主名、道读主话、享受指示信息，彼此爱祷和祝福。我相信我们这里所写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有自己的诚心同伴，对不对？在这方面啊，是啊，比我们啊，感谢主，我们都一同啊，这个在那里学习哈。不过我们在这里哈，是不是能够啊，也请有两位啊，我们上来示范一下，好不好？就平常你们是怎么诚心的，好不好？这个还是请啊，全接了，好，全接了，好，恩信吧，好，对吧？恩信就跟文了，好了，好，谁呢？哎，那就说我们原则上我们诚心感谢主，我们盼望这里面讲到了呼求主名、导读主的话、享受执事的信息、彼此代祷和祝福。比如说我们盼望这样的诚心，感谢主，我们总是实在也有它的步骤。第一个，我们借着呼求主名能够与主相近，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我们是比较建议是大概是一分钟的，接着呢就导读主的话。不过导读主话之前，我们是盼望把我们所要导读的经文读一遍到两遍，就是能够让我们对所要导读的经文至少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也稍微知道一下里面的内容。不过我们也不是要去研究研讨里面的内容，我主要就是能够来导读享受主的话。导读乃是更多的叫我们能够好像一块牛排把它切成一小块，慢慢的咀嚼，然后呢借着执事的信息的帮助，使我们不仅导读有亮光，更借着执事给我们的帮助，更对于我们所导读的话更有丰富的领会和享受。最后我们需要彼此的代祷和祝福。你们就是前面先操练示范一下，前面呼求主名，导读主的话，好不好？好的，开始好。我们弟兄们一同来呼求主名。阿门。主耶稣。主耶稣。带你说
2:34，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妹，是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你观看。阿妹，我观看。阿妹，你观看。阿妹，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阿妹。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Amen。对，这石头。Amen。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Amen。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Amen。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Amen。把脚砸碎。Amen。对，把脚砸碎。Amen。哦，砸碎。Amen。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Amen。打在。Amen。你的脚上，把脚砸碎。让我们观看，就看见，看见你是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要把那像砸碎。看，让我们看见你是这块石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我们要成为团体的石头的一部分。要打，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需要这个弟兄为我代祷。哪个就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最近是特别需要经历主恩。阿妹，感谢主。最近这个因为服事，然后再加上工，再加上接了案子，这个两个人之间就是时间其实不容易能够分配的很妥当，所以盼望主呢能够在给我一个清明的心思，在处理一些事情上能够很快速的有效率。我也需要代祷。阿妹，我们身边的同事感冒，他们现在会需要就是保守。阿妹，一些健康的身体能够够得上照顾的同事还有工作。阿妹，耶稣。阿妹，阿妹，耶稣，需要你。弟兄在我们的工作中，你是他的恩典，一切需要的供应，需要你的供应。若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要连接你这生命的源头，有力生活。主啊，你也纪念我们啊，这个恩信弟兄，保守他。主啊，是虽然在同事之间有这个生病，保守你的弟兄，是灵魂与身子你都来看顾。阿门。好，那先等一下哦，对不对？那非常好，只是说时间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些部分省略。好，我就是前面呼求主名完之后啊，建议是比较简单的。好，向简短的祷告，向主献上赞美，为了这一天，主啊，再把自己更新的奉献啊，我再祷读，好吧？那当然，后面就看时间。假如说我们这样两两，为了彼此今天有祷告有祝福，那之后若是可以的话，也可以为了召会啊，这个可能比如说今天早上晨兴，今天晚上有小孩成年训练，就可以什么为了今天晚上的小孩成年训练祷告。或者说就可能更有负担，可以为了什么最近所谓的东方闪电这种所谓的危害，对不对？我们需要的求主制止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上这样子的祷告负担。这也就是说借着这种晨兴，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所谓的连结，不仅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更是能够有份于身体神的工作，能够更多的借着我们这种诚心的祷告，能够加强，所以求主得主我们。好，谢谢。好，最后我们先把第四重点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但义人的途径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落。再变化，但义人的途径。谢主，但愿我们越过越光明，越过越成为得胜者。